林夕女士 ，Miss Lin， 你准备好这次小比拼了吗 ？Are you interested in this battle？ 林夕，华生最专业的语言。有请羽翼科技的首席技术官肖一成先生。初次见面，请多关照。确定是初次见面。为我的自作多情跟您道歉。让他喝。是林总监似乎认为我现在的所作所为都是对当年的你怀恨在心，蓄意报复。我承认我们爱过，有时候我觉得是我做错了，可是现在我觉得当年的决定无比的正确。明明现在我已经做到了他想要的一切，为什么现在他还是这样？虐妻一时爽，追妻火葬场啊。林夕，如果回到八年前，你还会跟我分手吗？谢谢你一直对我不离不弃。我知道你还在乎，所以给我一个机会。林夕，我们重新开始。